最近正在忙于学业的姚明忙里偷闲出席某品牌的代言活动，他的到来令现场的许多小朋友们无不欢呼雀跃。除此之外，姚明还和他们一同互动做游戏。拥有女儿之后的他，对于小朋友更是疼爱有加，对于小粉丝们签名的要求也是一一满足。自从宣布退役之后，姚明便回归校园，开始专心学习，而大家对于目前他的学业情况也尤为关心。当被问及是否翘课出席当天的活动时，姚明的回答很是幽默。今天出席活动算是翘课吗？我今儿课上完了，但我还得回去做作业，所以您尽量快点，谢谢。如今对于姚明来说，生活的重心已经不再是打篮球，而是转向学业和家庭。现在他也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，最令他幸福的事情就是每天可以跟全家人一同共进晚餐，享受天伦之乐。我挺喜欢吃饭的时候，特别吃晚饭的时候，因为一家人都在，那吃午饭的时候有可能有一些原因，可能有些人或者不在，或者我太太或者是外公外婆，就是只我女儿的外公外婆不在的情况下，但吃晚饭的时候大家都是在一起。